哎呦我的妈呀，干啥呀你啊，你把酒放在盘子里干啥呀，出来酒啥意思啊，啥呀，放在锅里要干啥，要蒸酒啊，你老舅不揍你的啊，那你咋不蒸自己呢，他咋惹到你了，这啥去了，我看看鸡小熊它本身就是熟的，煮它干啥呀，别煮了行吗，哎呀，起来起来，咱们别煮酒了，妈妈给你打开吃行吗，老好吃了，里边还有鱼油还有海苔呢，不会还有狗子还没吃过泡过鱼油的鸡胸肉吧，就是这款一盒的鸡胸肉，这个鸡小熊上锅前都是提前浸泡过鱼油，蒸出来的肉非常鲜嫩，鱼油可以让猫狗的毛发非常亮丽，里面包括海苔碎，吃起来也挺香，联防腹剂，真是营养又美味，赶紧给你家毛孩子安排吧。